我们把他们的内容打开一下。今天呢，是我们一亩田的主人啊，静荣跟李老师 ，OK。那我们阿姨，这个是阿姨，你躲哪儿去了？啊，那等会儿啊。是，阿姨呢？我们到宜兰看她的时候，她正在田里面啊，在田里面工作。她有一个特性，专门挑战那个难度最高的啊，也就是今天可能会看到她介绍啊，哦，是啊，啊介绍的那个她所种的生菜啊，那个一般来讲不是市面上买得到的。那我想这个细节呢，就由他们来谈啊，就由他们来谈。好，那首先是请阿姨，阿姨来，啊，李老师是不是？好，我就交给你们，看你们三个人怎么分工，好不好？来，哎，李老师请。好。哇哦，我已经看到了。今天有音乐可以听哦。谢谢，谢谢麦恩老师，谢谢大家，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三位呢是来自宜兰的三个农夫跟农妇，很荣幸呢，今天晚上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种菜的一些点滴啊。那至于呢，我们讲的三个人说的这个内容呢，有一点点不一样。那一开始呢，我先介绍，我是李俊哲，那另外呢，我们第二位要上来的是李建义，建设的建，对对对，然后李义的义。好，那第三位我们是陈静荣，好，那我们三位分享今天晚上的快乐时光。种菜呢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好，今天晚上也带了很多菜来跟大家做分享。那一开始呢，我来轻松一下。开场的时候呢，先不要讲太多话，我先来唱一段农夫的歌。哇！要不要开灯啊？要不要开灯啊？要不要开灯？要不要开灯？他这样脸黑黑的。啊？不用开灯，他脸是黑的哦。哦 ，OK。好。这个接下来我想
我们对于土地有一份热爱，我们对于我们的蔬菜是长在我们的土地上，我们不只是爱我们的菜，菜是为了帮助我们健康，当然也是我们爱我们自己，因为这一份爱我们也去爱了这些菜，因为爱了这一份这些菜，相对的我们也爱了这一份土地，这是爱了这份土地之后，也爱了我们的家乡，爱了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国家，也爱了我们这个地球，所以呢也爱了我们这个全世界，也爱了我们的宇宙，反正这是出自一个字，那就叫做爱。好，那接下来我想要唱一首宜兰的歌，这一首歌呢是用台语发音，因为宜兰我们都是讲台语，讲台语，台语里面的漳州话哈，就是我们宜兰腔，水水嫩嫩吃肥，肥咯嫩吃饱要来对哈，我若无跟对，我爸爸会甲拍卡吹。好，那这个就是宜兰腔，我用宜兰腔来唱一首，这一首叫做《疼惜台湾》，疼惜台湾。台湾风景真正好，四界真水好地土，热情通人拢学路，拢讲台湾美丽。疼惜台湾好所在，好山好水，大家爱。徛踮世界的舞台，展出你我好气概，建设台湾，大家爱，理想愿望真精彩，有梦相随来圆梦，希望相随关心台湾叫叮当，做着正工，台湾人。好，好，谢谢。好，那因为今天并不是音乐会了哈，所以呢，我就是点到为止。那在开场的时候呢，介绍我们三位农夫，也介绍了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个有机的、无毒的这个友善耕种。好，我们的理念就是出自于我们对我们人类的爱，对于蔬菜的爱，对于土地的爱，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社会一点点，就是出自这一份爱好。那重点在这里。那接下来我们在做的时候，过程中有很多点点滴滴哈，有一些辛酸甜苦辣，也感谢上次怀恩带了一团我们的朋友哈这些给我们到菜园真正踏过我们的土地，亲自去体验自己拔菜好的那一种乐趣，分享了我们的这个所有的付出跟我们的想法。所以我们也很感恩大家能够给我们这一次有机会来这里表达我们这一份心意。那我们接下来呢，时间也很宝贵不好意思今天有一点迟到哈，车子真的很多，不好意思再一次跟大家道歉，耽误宝贵时间，我就不讲太多。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我们在实地操盘哈，实地在耕种的时候，我们的李建义我们的他自己介绍我是一号农夫，我们的二号农夫，请大家掌声欢迎他，谢谢。
传恩姐，各位大家好，我是来自宜兰的阿义。那我今天要告诉大家的一些，就是我们的惯行重法跟我们的一般我们传统的重法，再来就是我们有机的重法跟完全不一样的惯性。